言淡漠，就学着出来了。画竹的方法基本上跟上面讲的那个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染这个学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学问。现在我就染一下这个学，大家看看怎么染。这是我预先画好了这一张，就是还没染学。现在就看看我在这上面来染色。染色的时候把墨预先的调好，调好把墨调好，最好呢还有一盘比这盘还淡点儿，一般的话这小幅一盘就够了，现在我就用一盘啊。你画大幅的时候可以用几盘，那个颜色浓度啊墨的浓度都不一样，现在我用的是一盘墨。要用淡的怎么办呢？像这里头再来，像墨，像这个啊，像这个洗涤的这个里头再来再来水啊，头一笔要没有把握，头一笔要容易出问题，就是你先在多少斤的地方来试一下子，就这样去动的，够动的呢赶紧弄往里带跳水，也许差不太多了，就这样。先染这个顶上，这个地方，把下面这地方靠着这个竹叶的，再流出来，这地方很快的染过去就行了，这上面竹这个血就出来了，再染下边，下边不要留那么多，你看，我染的这个墨基本上吃的那个竹叶的，因为。血都在上面了，这个地方我弄好它，还得适当的留点血，这留点啊，等到这儿就快染，再加上往下再是稍微淡一点，这地方再是稍微，这竹竿上这个地方还得有血，这地方的血也得。流出来，把这血流出来，这小枝上也得有血。这地方可以再染，染的。这一株叶的地方要注意了，这流血，我现在是流的是这个叶株上的血，这个地方染一下，就是来点血在这个小枝上，这地方有一个空子，这个空子呢染它一下，流点血，竹竿上流点血。把竹竿上的血流出来，这个地方这个空子不染也可以，就说这个地方有一大疙瘩血，血很多，这个地方如果要不染那么多血呢，就染上点就行了，这样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还剩血多，再往里染，这样就行了，就有血了。这个地方都要都染成了，整个的这个白纸都染了。成一张这个灰纸就不好了，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角啊可以松点，可以留点，适当的留点白，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留点白。